你写错了，我补错了，人是互相写，你写的相互。对，差不多。那你写的啥？我写的是你一个芒果。对对对，毕竟龙哥是毛猴，龙哥是毛猴。小小的人儿啊，风眼毛猴。你瞎鸡巴的想这个软件能送毛猴吗？你们给我们送一些毛猴可以吗？我是谁家那小谁，身强赛过霍李逵，毛俊赛过猛张飞，干战发型亮又黑，是走南闯过北，气质出众又拔萃，长江黄河喝过水，河边高地雷金乌醉，这个酒你给我个金乌帮我们打死你。我看了其中是东山见过鬼，这人生苦的累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台湾全是这样的吗？对，是这样。你赢了，满屏幕全部是黑猫。谢谢老铁蓝国精英。哇哦！哇哦！文具都快烧掉了。龙哥会欺负我啊？那不是我，我也没有欺负龙哥呀。你都不想的。没事，他们四。你们拉那个胡子说的，你们好像很文艺的感觉。哎，我去，哇，没那么多问题，全都是你自己怪的。对，你能不能看一下？朱老师有时候也挺牛叉。对啊，朱老师。不服大声吹，为了不哭大声笑，为了不怕大声飞。喜欢白宇的女生的梦想还是要有的，万一就实现了。这样吧，龙哥突然又不想工作了。梦想是要有的，坚持下去。就是你吗？你怎么这么急？你信我？为什么？上次我对方是不是都花在沈白宇身上了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是没花我身上。我怎么觉得你觉得谁得心应手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想给自己做什么？他，我，你有什么瞒着我的事？你就自己说吧。因为你笑的时候都是在笑哭，你不是笑哭了一下，今天老小的小白也在啊。今天我死了之后，看你能走二十步，啥也干不了。喜欢的右上角记录说很多，点关注不迷路。